朵朵拿着浴巾去，晴拿得志，得志拿着浴巾制服了朵朵，两人又在浴巾下拥吻，这是什么？我那个是很简单，走走走走到这里，突然就是有一个对视，我就一把把你的手抓住，<笑>不好玩。你来吧，来吧，头发不就呜呜这样吹的，觉得好可爱啊，湿漉漉的，情不自禁的亲了。 阿丽姐是圈中我认为啊人生双赢大赢家，我觉得我的爱情比我的工作重要，恋爱脑我不是哦，我自己有收入，我自己有生活，我的另一半得知道我没有你我一定行。你有没有输下来就被他碾压过的时候？但你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就会，16年，那肯定会吵架，肯定会吵，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哇，难过，心软了。我的天哪！